过年期间，真侪民众拢会领大量的现金，因此银行真有可能成为派人作案的目标。14号早起，鹿港警察分局办理防抢演练，透过模拟状况，帮助民众以及行员伫未来拄到状况的时阵，会当马上做出正确的反应。趴下！站起来！不要走！趴下！你干嘛？两名歹徒也正入去浪花，真抢到马上走。将抢劫情景全部真实地演练出来，为了帮助民众甲行员未来，假使拄到抢劫的时阵，会当用上紧的速度做出正确的反应。鹿港警分局特别伫春节之前办理这防抢演练，希望透过演练强化金融机构危机意识甲安全维护能力。农历春节哈即将来到哈，那这次我们鹿港分局特地结合我们鹿港镇农会哈来办理这一次的防抢拦截围捕演练。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一次的一个演练呢，能够提升我们民众以及我们金融机构行员的反应能力，同时测验我们警方快速打击犯罪部队的一个平常的训练。那在这里要提醒我们各位民众哈，我们农历春节将来，为了让民众能够安心过好年，我们鹿港分局会持续结合各项的一个勤务，来保护各位民众的安全，能够达到治安平稳、交通顺畅、民众安心的目标。另外，警方也提醒民众，春节期间假使领大量现金的状况，警方也有相关保护的服务，有需求的民众到时会当甲警方来联络。新中华新闻蔡良清鹿港采访报道。